浦八月十四日讯，在八月十日的中超联赛第十七轮，江苏苏宁如客场挑战北京国安的比赛中，苏宁队中35的老将汪松于下半场替换张小斌登场，完成了国内顶级联赛登场382次的壮举。凭借这一数字，他独居现役球员顶级联赛出场次数第一人。苏宁官方微博也于今天发文祝贺。苏宁官方微博原文如下 ,2018 年8月10日中超联赛第17轮，江苏苏宁易购队在客场挑战北京中赫国安，一场再平常不过的联赛。但是对于35岁的苏宁易购队老将王松来说，却是一场值得纪念的里程碑。下半场比赛，汪松替换张小斌登场，完成了个人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第382次出场。他也成功超越赵俊哲，独居顶级联赛登场次数第三位，同时也是现役球员第一。目前效力于大连一方的球员周挺出场380次，紧追松哥。看松哥的这劲爆的身材和火热的比赛状态，也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已经定在了中国顶级联赛长达19年的老将。从1999年的甲 A 时代到如今的中超联赛，从成都到杭州，从富力到苏宁，19在生涯382次顶级联赛出场，这些城市这些球队这些数字都包含了松哥一个无与伦比的传奇生涯。